殿前不公，污蔑一国宰辅，公然勾结罪臣，以下犯上大逆不道。赵小乾，依每一条拿你个死罪，足足够了。将李广文带走。我看谁敢动！郡王爷要是不听话的话，只怕这个书生就要身首异处了。 3年前，我与你共赴白川口跟随徐资将军从军。那时我说：“钟子夜甘为将军马前卒，你听着赵孝谦今天也是一样。白川口这一仗，我们打了3年，死了不知道多少回。这里面的多少兄弟是因为没有粮草，被活活饿死在战场上的呢？”李广文。 我再问你一次，你给还是不给？那时你说你要为白川口的弟兄们争一口气，韩晨，这一口气便在今日，不能断。拉下去，等等。 郡王爷，跟老夫斗，你还少活了20年呐！怕这20年给不了你了。来人，将此人就地斩杀！汉臣，汉臣。 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郡王不问问我，为何这么多年执迷可取吗？别说话了，你别说话。赵太医，赵太医，赵太医，赵太医。